陈升不封麦，慢慢飞 out。恭喜生哥生日快乐，他选在满57岁的今天举办发片记者会，这么有意义的一天，蛋糕当然不能随便买买咯。这是我的阿娜达帮我做的，这个弄得我好几天神经紧绷，非常紧张。为什么？然后昨天做失败了，半夜又开始起来重做一个，然后我就我就跟他讲说，我明天有演唱会，我不能太晚睡，你再弄蛋糕我怎么好意思睡呢？结果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又在弄蛋糕了。哦，足见陈升老婆有多爱他。哎，是说阿娜达也太嫩？大家不要以为都是我的夫人啊，我在讲牛皮耶。哦，他今晚也在华山 Legacy 办新歌演唱会。我今天一定要让自己保持非常平庸平静的心情，因为拍过头了呢，其实连我自己都会有点失忆。就算失忆，也不会忘记年底要在台北国际会中心举办第22个跨年演唱会。我们没有封麦的打算，我们也没有告别演唱会，我们只有老兵不死，就是逐渐凋零，飞到就是慢慢给他。会议中心不拆的话，就一直给他唱下去。听过流浪赖，大家不嫌弃就听着吧。巴导。